房管说大家很不满，什么情况？能听到我讲话吗？你们？完了，要进隧道了，兄弟们！要进隧道？你别拍我呀！哎，别拍我！哎，别拍你是吧？别拍我！兄弟们还在车上，你们知道吗？完了，你们是不是很卡？进隧道了，应该是卡了吧？你们能听到我讲话吗？你们能听到我讲话吗？马上出去了。马上出去了，马上出去了，又接着一个连环隧道。我现在还在去成都的路上，兄弟们，今天回不了上海，您这也不知道能不能回。明天回不了，我就在成都找个地方直播。因为这次三号来提莫演唱会，然后今天去成都要找点人谈点事情。这次是来工作的，工作还没解决完，对，要把工作忙完才能回上海。所以如果我赶不回上海的话，我可能会在成都找一个地方给你们直播，好吧？对，我现在过隧道会他妈很卡，知道吧？我们现在在车上，看这前面是鸡哥，夕阳，妈妈的夕阳下。然后这个是我的工作搭档，奔跑，哎，你别拍我。这个是豆豆啊，别拍我干嘛？哎呀，豆总。然后这个是狮皇，啊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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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哎呀呀。我们这次成都的小分队现在在高速上。哎，你的镜头怎么转向有点奇怪？看一下夕阳。对，给你们看一下夕阳，听一下我们的歌曲。现在在战斗。老板，给我剪一下。现在去成都聊事情。对，如果回不去，明天回不去上海，明天就在成都给你们直播，找个地方。好。好吧。本来想的是四号能赶回去，但是赶不回去，还有事情没解决完。然后听群里的小伙伴说，直播间有兄弟们不开心，所以我来哄一哄你们。不能骂我啊，不能不开心啊，专门来哄你们的，他妈的。专门来哄你们了，专门来哄人了，他妈的，高速路上坐的恼火的很，专门开了手机又卡，专门来的，知道吧？明天找不到地方直播，明天回不了上海，明天就在成都直播，好吧？没有鸽子，没有膨胀，没有不直播，真的很忙，因为还有别的很多事情要做，你们明白吗？真的不是因为懒。对，真的不是因为懒，好吧，大家要理解。
明天找地方给你们直播，好吧？你们不要生气啊！你们不要生气，你们不要生气。我们明天来给你们直播，真的不是懒，猪猪已经很努力了。专门来哄你们，好吧？这下应该哄好了，不能哄不好。好，不能带节奏了，明天见啊！说好了呀，谁带节奏，他妈的弄死！猪猪真的很努力，好吧？可以，兄弟们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溜了溜了，这他妈美颜美的蛇皮，丑死了。